主料，鲈鱼一条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丝、姜丝、红萝卜丝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3-4号待用，鱼洗干净，把内脏淘出来，往里面塞姜片、葱段，这个很忠于去腥，连料酒都不需要放，碟子上也放葱段、姜片，然后把鱼放上面，这样鱼可以均匀受热，熟得快。鱼洗干净，把内脏淘出来，往里面塞姜片、葱段，这个很忠于去腥，连料酒都不需要放，上笼蒸8分钟，把鱼拿出来，放上三丝，锅里再烧热油，淋在鱼和三丝上面，三丝也熟了，再倒酱油，成品。烹饪技巧：笼蒸8分钟，记得火候时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